国语有声善书，译制巩恒堂善书，三界采证灵修，昊天紫寿灵修院主祝仙佛为哪吒三太子。地念二回，西天净土的逍遥，南天哪吒三太子降。盛世著书赐福无图画引可出发。禀恩师，今夜是由南天或西天，你不是准备了西天诸正道仙佛的资料，那就先由西天吧。据道书籍经典里记载，西天离此最远，不知是否正确。正确，如果指西方则不远，若指西天则远矣，因为西天是在西方的极西之处。恩师是否能够开示明白西方与西天有何差别？西方乃六合之间西边的一个统称，而西天即是西方的行政精华中心。那么正道果位，日前蒙大圣开示，以西方菩萨果位高于西天的菩萨，其理安在？因为在西方的菩萨可以遥逍自在，不用担任执司，在西天的菩萨则仍然必须负责下界佛门的事务，故不能清净自在，此所以由果位较低之菩萨担任。那么东天北天那些未正道之真君一君在办理事务，相对一门果位也较低了。然也，行了，已进入西方，你可看看这净土之中是否有何不同。弟子遵命。只见不远处有株菩提树，高不知几旬，只见因广干粗，不知几人合抱，周围坐有三位比丘僧，只见一门闭目垂眉，一副安详恬适，而在头部灵光三圈，直如画像菩萨般庄严。恩师啊，在这西方净土之中，这几位菩萨是在做什么？这几位只是罗汉果位，乃为西方苦修出家众，而正得果位，如今乃在菩提树下苦修。那不是我们要访谈的对象，是不是在往前走？可以，今夜为师引你前去小西天雷音寺，那里即是西天门所在，一路上你尽可瞻仰西方极热世和佛土，以传真世人周知。这极热世界早有人游记著书了，何须弟子赘述？不然，各家有各家使命，所游险景亦有不同之处，所以你尽量将所见传述无妨。是。师徒继续前行，只见一路上大多亭榭胜景，虽无个大宫殿之气势磅礴，但却可感受一片祥和，而且一路上到处可见佛菩萨或比丘僧尼，大多闭目静坐，或有行走者亦如行云流水，安详不促，整个西方所见只有安详可以比喻。恩师啊，这些僧尼应该俱是正道了，可是一门好像无所事事，这是什么道理？非也，这些佛菩萨不是无所事事，乃是逍遥清净，随意进修，这里是西方净土。那整个西方就是这般情景，有何好游？难道不觉得西方与其余各天有所不同吗？西方一片平淡无奇，弟子所游各天上有一番气势，就连瑶池胜境之中也有奇花异草，鸟语花香，青云鸟绕，怎么西方却无此种仙界特有的飘渺感觉？因为佛家众戒律，众生大愿所成，其净土即为众生所愿之显现也。那么这些正道佛菩萨在世若无皈依于佛门，无此愿力，怎能往生此等净土？更何况弟子一路所见，俱为比丘僧尼，而正道菩萨等人生前并未受戒出家，怎能正道菩萨于此净土呢？你所说的不错，但正于西方果位者累世之间因缘有此愿力。佛家有云，十世修成一世佛，虽然正道于西天之菩萨生前未有皈依受戒出家，但其累世愿力已在此等净土之内。弟子明白了，多谢恩师开示。好了，小西天雷音寺已到，如今候在那儿的就是采风菩萨，吾等上前吧。是。一路行进，只见面前乃为一比丘尼，头上光圈一轮，乃在光华瑰丽映眼中，只觉菩萨慈眉善目，果然是好一副佛菩萨法相。弟子参见菩萨，有劳菩萨久候了。贤生不用多礼，贤师徒奉旨著书，一路辛苦了。对了，吾尚未参见南天哪吒三太子呢，元帅，小仙有礼了。不敢当，西天菩萨自有因缘愿力，吾等师徒奉旨著书，有扰清修了。不敢当，吾等先进客室吧。不了，一路由西方净土来到小西天，日后尚有必须借重诸位正道于西天之菩萨，今业务略作解释小西天雷音寺，就回转下界，令日再邀诸位正道于此净土之人于大雷音寺中。那也好，这小西天雷音寺就由吾解释。所谓小西天，即乃西天之门户，故凡间大丛林道场有筵席借用，其一源出于此。而雷音寺乃负责西天门户出入，有位罗汉住西，此位罗汉即为伏虎所化而住西于此，率同五僧五百名在此负责驻守接待等事。
小西天雷音寺一间而作为西天与各天联祭之会客室，也就是说凡未奉佛旨者一律在此休息候佛旨欲。原来如此，那这小西天雷音寺可比美于天界的南天门了。倒是未必，只不过西天必须与诸天做联祭以掌理下界事务，故稍微特殊一点。多谢菩萨开示，弟子就告退了。无功送贤师徒。不敢，菩萨请留步。师徒离开小西天。恩师啊，这西天有的游了，弟子翻阅本堂记录，看到在西天正果为数不少，想要多了解西天正道之概况，真是有的游了。倒也未必，择要而游，为师自为之安排。行了，已到堂外，无徒灵体入窍，无回。弟子恭送恩师。各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弃天心。义赤拱恒堂有唯心宗弥勒道场、千佛墙、五度母转经轮，期望众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相关资讯可至义赤拱恒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。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